型重机真鹿泉硬上国道。没看错，大型重机真的骑上国道奔驰，但这不是违法的吗？不过骑士可不管，因为他们要争路权。原来大型重机族不满政府对他们的国道路权一拖再拖，干脆在脸书号召全国骑士，在今天临时开始自行骑上国道示范。上路的骑士陆续回报任务完成。如果政府没有开放的话，当然我们是不应该骑上去的，但是其实开放国道对重机骑士来说有许多方便的地方。你不开放，那请你把税金调降，因为现在是100%的税金，50%的权利，不对的。因为我自己私人有骑上去不少次，你会发现其实它很安全，路大视野广，很安全。不过网友看法两极，有人痛骂想自杀，别拖无辜的人下水，但也有网友力挺抗议有理，全世界只有台湾严重歧视重机，学长加油。有人答证，当然也有人被警方开单了。突发中心重机也要上国道报道。